十多年前我去了一趟欧洲，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欧洲的建筑和它的雕塑艺术。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我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当时我是非常的震惊，一块大理石在斧凿之下就变成了不朽的经典。在我创造加尼亚的时候，佛山陶瓷行业已经非常的成熟，产品的同质化也相当的严重。凭着对现代主义设计的美学的追求和对现代风格流行趋势的准确预判，那我决定打造一个专注于现代风格瓷砖的品牌。欧洲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堂，它的建筑和绘画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传世的作品都跟宗教存在一定的关联。它在满足了基本的实用性同时，教堂的绘画作品又给它提升了它的艺术感和设计感。因此我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应用、产品的内涵等方面，我们重新定义了意式轻奢现代砖。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我觉得我做企业也是向传统的陶瓷行业发起的一次文艺复兴。我们以极致的产品差异化主义，专注于现代砖领域，以匠心治粗心。加尼亚倡导的是一种自由、轻松、有个性、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用产品去塑造空间，用空间去赋予生活的内涵，这就是加尼亚意式轻奢现代砖。